Biu Biu, good morning，应该是 good morning 哦，是 good evening 哦。OK，线上的所有的，今天我们所有的朋友在线上哦，欢迎大家出席我们今天的这一个 LRP 这一个副业刚需首选的这一个课题哦。所以大家真的是 good morning 哦，我看到这个留言区里面是 good morning 啊，所以线上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的会议啊。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啊，已经这么多人，我相信大家都是因为今天的课题是由我们邀请我们最年轻的 president 来跟我们做这一个分享，所以有没有线上有没有是我们的 president，我们 Andrew 的粉丝来，如果是你是他的你是他的粉丝来，在我们的留言区打上一个三个六。啊，今天这个六哦很有意思，你知道吗？这个六六六哇，真的很有意思啊！大家虽然是没有打开镜头，我相信大家还是在这个电脑或电话的前面，对不对？所以呢，今天你一定要留守到最后，因为今天真的是很六的一个 topic 送给大家的。哇，我看到很多六诶，真的是很多六六六，真的是很多我们的讲师的粉丝。啊，其实你们的这个互动哦，是会让我们的讲师哦越讲越兴奋，越讲越多好料。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又是 MCO 的到来，而且大家都是什么人心惶惶，OK，很多人也失业，所以这一边呢，我们今天的课题让大家知道一个副业如何让你成为这一个 LRP 成为是首选，而且在这边我们要多赚一个三五千，甚至是一个五位数收入，并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是非常简单。那么又如何去做？如何去认识我们的这个 LRP incentive？这个就要让我们的讲师呈现给大家，而且他本身呢，他本身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个背景，却选择了 Alkun Global 这个领域，而且在这边也成为了最年轻的 President。所以呢，我们所有的粉丝，我们来打上三个六，我们邀请我们的第一位，我们的讲师，我们的 President Andrew Chua。Hello，大家好。OK，今天是我们开始这个 holiday 的时候了，所以大家已经是，我相信大家已经是很开心的，可以好好的休息，但是只可以在家，最好不要出来，因为真的现在的这一个 virus spread 到非常的厉害，所以最好还是大家都多多的只是待在家罢了，其他地方绝对哪里都不要去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哦。而今天我们很开心，又来到了星期三。而今天我们也是要非常的赶场，所以要很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等一下，我们今天有两场，因为明天的话，等一下10点的话，我们就会有另外一场台湾的这一个讲座，所以大家来到这里，等一下10点我们一起搬过去啊，所以我们要快点一点。然后我现在要 share screen，所以请工作人员帮我开一下我的这个 PPT screen。因为我暂时还是 share 不到，所以在我还没有开始之前，我真的是要感谢一下，OK 公司再一次的邀请到 Andrew 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很重要、我很喜欢的这个课题，就是这个我们的 LB 啦。而这个 LB 呢，我们已经走了，从之前走到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还有很多的这个人拿到很多的奖励，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都一定会一直在不断的重复跟大家学习，也让大家知道这一个这么好的这一个这个 income 出来。OK，我现在可以 share。所以今天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为什么在这个 MCO 的当儿，我们值得更好的机会。所以在这里，我真的要衷心的感谢一下，把我带入 Icon 这个那大家庭跟栽培，OK，我的这个贵人。所以我要谢谢我的哥哥，还有谢谢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001老大哥美生姐，谢谢他们不断的，不管是我有信心没有信心，有准备没有准备，他永远都是准备好的，永远都是这样子叫我们突破我们自己，让我们超越自己，然后突然间我就变成了公司其中一位 president。所以不要让自己有心理准备才来犯，你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你就一定能，不是可以不可以哦？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老大美生姐。而今天我们都有非常多的 meeting，我们有更多的好消息会出来，所以大家拭目以待。OK，从三月到现在，从去年的三月到现在，OK，已经有好多好多的这一个公司呢都倒闭，不然呢就是裁员。我好多的朋友一直讲悲财悲财，所以现在大环境就是裁员啦，没有收入啦，减薪啦，一堆真的是一大堆。而且最劲爆了。5月的时候呢，我打电话给
一个这个一起跟我玩 game 的一个朋友 online 的朋友，他在讲一句哦 ，Andrew， 我又失业了。他在讲一句我又失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才一月找到工，因为他去年就失业了，然后他一月找到工，现在公司是因为趁他六个月的 probation 还没有到，所以就直接把他裁员。啊，所以他讲我整间公司都乱七八糟，就是太过糟糕了，所以很多人你没有丢工作都会减薪，而且现在很多人讲哦，一定要啊，缩紧腰带啊，然后一直节省，节省来节省去没有用，因为你要想到一下为什么会造成这些，因为这个 COVID 的危机，病毒危机啊，而且现在真的是非常危险，现在变种的这个 virus 呢更加的可怕，你可以看到处现在从我们听到的美国啦、欧洲啦或者印度啊，真的是那种很恐怖的情节已经逐渐的慢慢的越来越靠近我们了。哦，我真的是也没有想过我自己的女儿都会被要求 self quarantine， 因为学校也中了，所以从曾几何时这个 COVID-19 越来越接近我们，真的是我们完全没有准备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每个人必须被 self quarantine，有些人又 perform 不到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高风险，你会减薪，不然呢就是被丢工作了。所以全球现在是经济崩盘了的，所以很多人失业，又很多人被减薪，甚至在家里，现在很多人都是想尽一切的办法，不只是减这一个开销，因为你怎样节流都没有用了的。现在懂得一定要开源，你现在开源非常的重要，要记得一点，你减多少都没有重要，你要开多一点水龙头，这个是重要的。因为现在很多很多人都已经失业了，可是我们想回去，我们现在在想我们要减我们要减已经减薪了，然后我们又节省呢，然后很多事情都做不到的时候，可是想想当初为什么我们这样辛苦读到这样高，然后不然就是拼命的做工，我们的梦想就是要有一辆好一点的车给家里人，要好一点的房子给大家住，我们有一个健康身体，哇，要喜欢旅行啊，时间自由，照顾爸爸妈妈，陪伴孩子，全部都好像没有机会了，因为一个 COVID 打断了我们所有的全盘计划，甚至有些人讲可以 survive 就好啊，可以生存下来就好啊，真的听到的时候虽然觉得很可怜，但是他这个是事实。所以如果现在你没有心理准备要把自己快点这个环境把它从危机变成转机的话，明年的今天可能你什么都没有了，可能现在不是明年的今天可能不是节省罢了，甚至可能搞到你要卖车卖物资，真的真的是非常恐怖的。 OK， 为什么那些大老板为什么开店的突然间倒闭，因为他们没有储备军，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会发生，所以而导致突然间就有这个问题出来的时候措手不及啊，全部人都是来一个措手不及，所以就有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你不想象从以前都没有想过不能出国啦，不能够买很多东西啦，又不能够走出去，明年的今天可能你想都没有想，可能变成要搞到要卖房子卖车子，这个就是真的是非常糟糕。所以如果你有心理准备再找出一个全新的机会，我们 provide 你，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给到你任何你要现在要解决的问题，甚至实现任何的梦想，在这一边 icon 都可以拿到，因为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我们现在推出来的这个 Lifetime Reward Project 奖励你一生的这一个项目，绝对会解决你现在所有的问题，所以其他的什么机会你都不用想，因为这个机会已经证实了，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好多好多的人赚钱啊，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有些人只是一个月 full time 赚四五千块，但是在 icon 里面的 part time 不能出去，他们随随便便都可以赚五千八千十千都有啊。有没有兴趣听？有兴趣的放666666出来一下啊，让我们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这个机会可以让这么多人可以很轻松的赚到钱，我们也帮到自己也帮到很多人啊，这是非常开心的事情来的，对不对？所以而你一生中只要成功在这一项计划里面， OK，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叫 Lifetime Reward Program 奖励你一生的这个项目，只要有这一个项目你做到成功，其他的什么失败都不重要，这样最重要的这个一成功，你肯定会每个月有四位数、五位数到六位数、七位数的收入，想要吗？要的话再放 1111111 放一下111，让你的这个导师、让你的 mentor 看到有你真正的要，这就是我们进来的这个目的。而这个是一个提供长期收益的计划，它有主动式收入，它也有被动式收入，所以而这两个收入呢，让我们都是在外面找机会的时候都是要主动的嘛，我们有做就有赚，
可是在这里你一直主动主动下去，到一天哎，突然间你没有 start engine 啊，这个钱都一直滚滚进来啊，这个真的是让每个人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如果你有这一笔财富的话，你会到底要做什么呢？从现在开始，当 Andrew 在讲这一个课题的时候，我希望你们重燃你们的希望，重回想一下你的这一个梦想到底是什么。要想一句，如果现在给你一笔钱，也不用多了，如果每一个月多1000块就好，1000块，你会想用这个1000块一定要花掉的，让你一定花掉的，是。然后呢，一定要花掉，可以给多少？而最重要的是，你会突然间看到一下，你要花在哪里？有一些家庭主妇就跟我讲，哇，如果我有多1000块啊，我可以买很多很多的菜，很多的肉，可以煮更丰富，在这个肉道前煮更丰富给我的家里人。所以有些小孩子讲，哇，如果我有这个1000块的话，有一些大学生的话，我可以每一个月都有1000块，我可以多买更多的这一个 online 的器材，甚至可以让我更轻松的上课，更容易的做 project， 对不对？所以是有很多的这一个机会让我们做到的。如果你是一家之主的话，每一个月多1000块，你会做什么？还有实在的东西可以做，对不对？我自己给我自己觉得啦，我现在想到的是，我有很多东西要买，很多东西要做。所以如果一个月可以赚1000块，我们就可以扩大我们的梦想，赚2000、4000、8000、1万、2万都绝对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要的现在开始，当然是最重要一点，我们是要投资很多很多的这一个爱康的产品，让我们自己跟全家人都可以确保健健康康，可以远离这一个 COVID 的威胁，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点。第二个就是我们有时间啊，如果你真的是拥有一笔大财富的话，你可以拥有的时间不只是给家人朋友，最重要你可以给自己成长的空间。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因而改善。而我常讲的，我们人生只有一次，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框着，一直读到大学毕业过，拼命的找工作，拼命的做工，拼命的做工，就是为了那几千一万块而赔了我们人生中的一半的时间给老板，而我们却把最少的时间留给了自己跟自己爱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不值得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朋友每次讲很忙啊，很忙这里，很忙那里的时候，我觉得再忙下去啊，多一个5年10年啊，可能你有机会轻松的时候有时间的话，可能家人都已经不在了。所以我们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一定要懂得把握好这个机会。这个项目非常简单，就是加盟跟连锁连在一起的。我们可以同时加盟，同时可以连锁，更加可以同时批发连锁。这个是特别的一点，你可以做 franchisee franchisor。所以这个项目是非常新奇的一点，这个是有钱人的做法来的。我们没有钱的时候，有钱人因为懂得这个做法，所以他们玩钱。我们这些没有钱的人呢，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被钱玩。所以你要玩钱还是给钱玩，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来，对不对？而这个加盟商拥有更多加盟的这个经营权，你可以知道、哦、如果你要做加盟商的话，你要面试了，要开设加盟店、啊、能赚取加盟费用，很多的这个费用出来，这是绝对。这里有谁有100万 cash on hand 的？有没有？有的话可以打5555，没有的话我们就不用打了。所以现在有机会成为加盟商和特许的这一个授权方呢，是爱康给予我们这个机会，这个是一个全新的机会，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点。而且最重要是它操作非常的简单，最低的创业基金只需要大概2000到3000块就可以了，你就可以赚取整百万的这一个收入。所以加入我们，加入我们，因为今天懵懵懂懂你刚刚开始加入，不用紧张，我们 provide 全部的一切。明年的今天可能你就是其中一位每一个月入万元的这一个 diamond 以上了。而我们又有你，如果你觉得一开始你要加盟啊、授权啊，所以这些做生意的你什么都不会的话，最好我们最希望的就是你什么都不好，我们要你从 zero to hero。 因为爱康已经是提供了一系列 A to Z 的所有的这一个成功方程式，你只要一步一脚印的跟就可以了。因为通过电子的商务文件的共享这个功能，再加上我们有非常强的这个后端的这个办公室，能够让你完全不懂，是一个做生意的白痴，我们最希望是你 OK。 因为我们可以让你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完完全像我这样的一个
商业白痴呢，可以成为顶尖的这一个经销的这一个加盟权，加盟的这一个这个哇是这个大商 ，OK， 最重要这一点，而可以拿到，你可以看到一下，你不只是一加盟的时候2000到3000块，你就拥有这个加盟店的这个经营权，最重要是你直接没有亏的，你绝对不会亏，因为公司你投资多少，公司直接给你多少的产品。现在开始我们都要产品嘛，所以一这个是非常重要一点，我们根本没有亏，甚至你完全不要动都不要紧，你就当做去 supermarket 去 pharmacy 去医院 ，OK 绕了一趟，然后呢你就拿到了这个所有的这个产品，让你的全家人跟全家人一起吃，一起服用了，而它非常的简单，你可以想到这一个。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 bonus， 因为当我们加入爱康的时候，你所听到的我们的这一个市场计划，我们有6个这个 bonus， 对不对？我们有6个 bonus， 6个花红，所以做一个生意有6个花红，已经是比打工还要强6倍了。更何况现在公司这爱康公司非常的体恤我们这些经销商的辛苦，现在又 lockdown， 有些人减薪甚至丢工作，所以公司特别多出这个奖励。不是一个奖励，是3个奖励，能够让我们在这个艰难的这一个时期呢，能够轻轻松松，甚至可以很 enjoy 的度过。因为一个生意现在变成有9个收入，去哪里找，对不对？去哪里找这个9个收入的这一个 part time 的这个生意呢？所以不要的人真的是傻瓜，所以一定要快点的了解清楚一点，为什么很多顾客群都能够赚到好多好多，就在爱康里面。所以它的分这一个 plan 非常的简单，你只要看到我们做的打个就非常简单，有 1.5 point， 有 3 point， 有 4.5 point， 6 point， 所以 1.5 point 大概是只是9000块，8000到9000块马币的这一个生意量而已，只是8000-9000的生意量而已，甚至有时候顾客一买就买10000块都有的，所以它是非常简单。当你 每介绍 OK 大概9000块，你做到9000块的这一个生意的话，你肯定拿到的就是 1.5 point 加上700块的这一个 cash 现金，还有400块的免费产品先给你跟你的家人一起吃更多的这个这样好优质的这个产品。如以此类推，如果你做到3 point 的话，你就不是拿到1400，因为 1.5 point 是700，但是3 point 的话直接跳变成3倍，所以就是2100块的 cash， 再加1300块的产品礼券，总共加起来你就拿到3400块。哇 ，part time， 没有的出门，你都可以就在这里赚取3000到4000块。为什么很多人除了这一个3000块，那再加上我们之前的6个 bonus 吗？哦，我好多的这一个朋友呢，都可以赚到轻轻松松赚到5000块马币一个月。所以是很非常好赚，对不对？以此类推，有 4.5-6， 每 1.5 point 就加进去给你到9 point， 就停了吗？没有，你可以做到15 point、18 point， 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们有马币跟这一个美金的算法，所以有一些其他国家，我看到美国的也是进来了，哦，早上好。所以这一边你可以都可以看到，轻轻松松的，只要轻轻松松的做到，你只要介绍到顾客群出来，再加上如果找得到更多的生意伙伴一起加入的话，一起进来的话，你会赚非常非常的多。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生意，你不用开店，你不用给租金，你又不用花时间待在里面，可是你却做的这一个生意量比任何人还要高。所以 for example OK， 我们只是拿一个例子，最炙手可热的产品就是我们的 LXM。 现在这个 LXM 呢，大概是2925块马币，所以这个马币的话就 0.5 point 了，如果你算起来三套的话就是 1.5 point 了，你只要介绍三个人而已，你 guarantee 会有1100块的 incentive， 还没有加其他6个 bonus 哦。所以如果你做到6套的话，啊，恭喜你，你肯定拿得到3000到5000块。所以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配套而非常简单做，因为这个配套是心保护你心脑血管的这个产品，而这是诺贝尔奖的配方，绝对没有竞争者，所以这个是非常好买的一个产品。所以从这里，如果你找6个人，你就会直接有 0.5 point 再乘6个人就等于3 point， 你拿到这个3分的话，你肯定拿到接近5000块的这个收入，看到没有？你除了拿到6个 bonus， 再加你的 LRB incentive 的2100，再加 ESEC voucher 我们的产品礼券1300，你来到5000块。所以这是很多新人一进来，我们会绝对的全权配合你，让你能够在一个月
从零什么都不懂的，可以在那一个月你就可以赚9000块，这是我们可以打包单的，我们可以写包单，可以 guarantee 可以让你做到的。所以有没有人做到？太多了，你可以看到，不要讲三 boy， 这一个人我觉得他不属于那不属于人类，因为他做到18 point， 太夸张了，是不是？他可以直接一个月内他直接做到18 point， 而且他们不是随随不是什么没有读书或者丢工作，他是 professional， 这些人都是 professional， 他们不是丢工作，是那自己自愿丢掉那个工作，不是工作丢掉他，是他丢掉工作。因为在这一个 MCO 的期间，他们被 lock 到的期间，开始了爱康这门事业，结果收入越来越大，组织越来越大，搞到他们觉得没有什么时间，甚至希望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的家人，所以他们依然都可以辞职炒老板鱿鱼，然后呢说更加尽心尽力的更多时间经营这门生意，结果他一个月收入来到14000美金，14000美金一个月，所以你可以看他收入来到接近6万块马币，这是非常非常夸张的。甚至还有你可以看到这一些他也做到 13.5 point， 他可以拿到多少？一个月拿43000马币，等于这一个他以 part-time 的时间可以赚取一个月超过10000美金，这个是非常非常夸张，轻轻松松的在家你就可以拿到4位数到5位数收入，是非常非常的令人吸引人，对不对？所以谁要拿到这个收入的，可不可以再打666出来？谁希望有的话，积极你的能量，让每一个人拿祝福你一下，打出来一个666，可能这个月过后，在下个月的时间，你拿到这一个43000就是你的名字，你的 mock check 就是你的名字。哇，假美了，我觉得一般都好啊，对不对？甚至你可以看到，不只是马来人做到，我们很多华人也做到，不管是马来西亚、新加坡都有很多人做10多 point， 你可以想到一个月赚2-3万块，真的是太爽。我们讲1000块都很好花了，想 imagine 一下，如果你有3万块一个月，你要拿来怎样花？哇，2个月你就可以买一辆车，10个月的话，一辆 Mercedes BMW、Audi 都在可以 park 在你的家了。所以我们以这个为目标，我们可以在这几个月的时间尽快的做到，可能明年的新年我们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出来，可是至少你的家多了一辆你梦想中的这一个车子也是好的，对不对？ extra 的嘛，对不对？所以也有做到12 point 9 point， 太多了，7.5 point， 我们刚才讲的是 1.5 point 开始起跳，可是这些人非常的夸张，他们做的并不是 1.5 point 3 point， 他们做的是7 point 10 point 15 point 18 point， 太可怕了。而这个只是我们三个 bonus 其中一个 bonus 罢了啊，刚才我给你的是其中一个 bonus， 叫 LRB incentive， 所以这只是其中一个 bonus 罢了，太夸张了。这样子这一个 bonus 已经这样多了，还够不够？不够， Elkin 还在给我们再多第七，我们除了第七个 bonus， 现在有第八个 bonus， 就叫 LRB bonus，你又多这个 bonus， 这个 bonus 是让我们爱康非常的好，因为爱康觉得、我们很多人都在打工啊，相信去年都没有几个人可以拿到 bonus 了。可是 Elkin 觉得你没有 bonus 不要紧，在爱康，爱康给你 bonus， 而且不是给一次，是一年2次 bonus， 每一次会给你这高达25000块马币，25000马币直接送给你这个 bonus。所以如果你在这个一年内你就可以拿到5万块的话，extra 的嘞，你刚才看到的那些人拿到3万5万块啊，一个月收入啊，还没有包括这个收入啊，还没有出来的，因为这个是半年才拿一次的。我也非常爱花红，我最喜欢这花红，而且每一年的花红给我们出来都是在我们华人过年前。哇，我觉得这个我在爱康的这一个花红，其实就是每年我刚开始做爱康开始，我们就已经是说好了，这个爱康的花红就是每年给我爸爸妈妈的这一个红包钱、所以你可以 imagine， 以前我开始在20年前做爱康的时候，在大学里面做的时候，每一年我爸爸的红包都是4位数到5位数的时候，开心吗？非常的开心的，对不对？我爸每年都会问我的，要过年的时候啊，今年花红怎样啊？哦，我听到的时候非常的开心，因为他红包越更多了。我相信我有时候我讲这个时候，我的同学都会讲，哇，你很串的，有没有搞错？我爸爸一讲到今年红包多少钱的时候，我最怕的要命啊，因为他们都不懂有没有花红。可是爱康里面我们会很开心的等我爸爸问，爸爸妈妈问啊，今年花红多少啊，今年的红包会包多少啊，这个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所以这是第八个 bonus， 不止这第八个 bonus， 再来第九个 bonus 给你，再给你 travel，
所以除了你看那些人每一个月拿3万5万的这个 incentive 以外，再加上现在又再给多你一个半年一次的这个花红，再送你免费去到 Dubai 旅行。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总共可以拿到九个，夸张啊，还有一些可能还没有再算的，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总共有9个，这个一个生意给你9个收入，太值得了。而且我们可以去到，我们当这个 COVID 这一个 lockdown 已经开始结束的过后，我们就可以大家一起开开心心浩浩荡荡的一起去这一个 Dubai 旅行。如果真的他出的话，如果真的是去不到的话，他不会这样的话，公司会直接转换成 cash， 再加 cash 给我们。我们虽然去不到旅行，再加这个 cash， 哇，转换成 cash 给我们。哎呦，那个时候又多一个5000-7000块的这个 cash， 太值得。所以你要知道到底怎样办，现在怎样办，有没有去到不重要，最重要他肯定赚到，让我们赚到钱。所以一张 ticket 是14 point， 两张 ticket 是25 point。所以刚才我们算到3 point， 如果6个月肯定做到啊，对不对？更何况你刚才有注意到吗？这些很夸张的人，他们是1个月就做到了，太夸张了！你有6个月时间fight。现在我们到8月吗？所以现在我们是刚刚要进入6月，所以我们5月还才开始，5月有一场，6月、7月、8月，我们还有4个月去fight，我们有4个月 fight。这些人呢、啊，真的是有时候我要讲一句，真的是好变态。1个月就已经 qualify 了，然后呢，其他5个月呢，在那边摇脚，看我们，哎呀，快点追啊，要快点追那种。其实每一个人都同时间有24小时，只是看我们愿不愿意投资在这门生意。多一点时间，你就肯定的可以轻轻松做到，而且一做到18 point， 拿一个6万块，我觉得人生一定要有这种记录才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好这个机会，做到这一点。因为公司的这旅行跟其他的旅行是不一样的。当然我知道现在人 everyone can fly， 所以很多人都可以要去哪里就去，自己花钱就可以了的吗？而且住都不用住这样好的酒店啊，又可以坐 budget airline 啊，这些是非常容易的，对不对？可是在 Icon 里面，对不起，公司绝对会逼你不坐、budget airline， 再逼你不住 OK 3星以下的酒店。大多数给我们的是4星、5星级的这个酒店，再加上一个豪华的 VVIP 旅行。我最喜欢的是因为在 Icon 的旅行，我们可以跟一般志同道合的这一个好朋友一起去旅行，同辆巴士。因为一般上我们如果要去旅行，我们会 join 旅行团，但很多巴士上人都不认识，而且有些各种各样的脸色，各种各样的性格都有。可是在 Icon 里面，全部都是成功的 Icon 领袖，全部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很好玩的。我最喜欢，我在很想念我们去香港的时候，2000多个人 qualify， 一下飞机啊，那个飞机一直下飞机的都是 Icon 人 ，Icon 人 ，Icon 人。只要一个人喊爱康欢呼一二句的时候，整个机场都是我们爱康的这个掌声跟欢呼声，太夸张了，太开心了，是不是？我们去到香港这种小地方更好笑，我们去中国也好，去日本到处 shopping mall 都是我们的人，因为整个我们 qualify 就是好多好多人，这种感觉是超棒超爽的。而我还记得最近我们上次我们在几年前我们去的这个土耳其，非常爽，我们在土耳其的广场。直接看到整大片的广场都是粉红色的人，哇，那种全体照是非常非常的震撼。而且甚至很多的陌生人都来给我们拿联络号码，问我们是什么生意，为什么就可以做到这样大，这么多人可以 qualify， 太爽了。所以在爱康的人生当中，你记得一定要 fight 旅行，旅行是我们的大哥，因为只要你去过一次，你就绝对的会去第二次、第三次，甚至你要更多的 ticket， 不只要自己去，你要带你的另一半，你要带你的孩子，你要带你的父母去。所以我很多时候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办更多张的 ticket， so that 不只是带我跟我的爱人去一起去，甚至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带我们的父母一起去旅行。最重要最开心的是你又不用给钱哦，爱康帮我们给钱经销到。多么多么的值得、啊、是不是？所以还有好多好多的人做3 point 啊，1.5 point 啊，这个5 point 啊，6 point 啊，有好多好多人都已经做到了。下一个会不会是你？你自己要做好心理的准备。我们有非常多的人一下子拿2000，一下子1000多，一下子6000，一下子7000，都有好多人都在拿。他们不是的空没有东西做，而是他们真的是已经非常的担心会丢了饭碗，甚至有些人已经丢了饭碗，甚至有些人已经经济支柱已经不允许了。他们都因为看到这个机会，他们的朋友推荐这个机会给他们，他们来到我们的课程才知道原来这样容易的，随随便便做，有些甚至刚刚加入的都已经拿到了5000-6000块马币的这个收入，太多人可以拿到这一些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时候呢，是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把握好自己的这个机会。
每一个月都可以拿到好多好多的这种收入，太多了。你可以看到啊，随随便便呢、啊，你都可以有四位数的收入，真的。我要真的讲是盖眼睛，你盖这眼睛，我都可以 guarantee 拿至少1000块。有时候他会跟我讲啊，如果我可以拿得到5000块啊，我就直接可以 full time 了，我都不用打工，我的打工都没有5000块啊。那好，你可以直接现在 full time 了，我都可以跟我主管讲，你直接 full time 了，我可以 guarantee 拿这个价钱。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一点，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我们不是随随便做的，而是有一套成功的模式，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的跟着这一个系统，你绝对会成功。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就推荐了这一个3个月的行动计划。什么叫3个月的行动计划呢？非常简单。刚才我们讲找六个人，我们不用讲找六个人，我们放价钱低一点，我们找多一点人，就是我们找10个人，好不好？一个月内不是一个赛个、啊，一个月内给你找10个人，等于每两天你找一个，你每两天找一个。你就休息一天，找到一个你就休息一天，两天就休息一天，这样是很好玩。所以你如果是真的是在combat 打工的话，这个是非常好玩的。你一下子就休息，一下子就休息，因为10个人有时候你在2-3天就做完了，你剩下的27天你就可以在那里摇脚，因为别人就会有5000块拿。OK， 所以第一天开始，你从第一个月开始，你就找10个人。然后你就从10个里面，你找出来2个愿意跟你一起想要赚这一个3000到5000块的朋友在一起。然后呢，第二个月你自己还是找10个人，但是你就同时间复制你的成功的模式，在于那2个亲戚朋友，他们要赚钱的2个亲戚朋友，复制他们一样 ，OK， 陪着他们一起栽培他们，找10个人，这样总共你自己的10个人，再加上他们的10个人，总共就有30个人了。所以再加上第三个月，你自己同时间又再从一样的再做你的3 point， 找10个人，然后刚才在上个月的那2个人同样的再找10个人，下面又多了4个人，对不对？又再找10个，哎，突然间你会看得到，我突然间每一个人在找人的时候呢，你的第三个月你的组织就来到了130个人了，是不是很快？你的整个生意就有130个这一个 agent 啊，你的 agent 在帮你们。所以如果每一个人只用1个小时来做 Elkin 的话，从事这一个生意的话，你突破了这一个这个原理的这个界限。我们不再是一天有24小时，而你的一天是有130个小时在经营这一个这么容易简单的复制模式，真是太特别了。所以追根究底到最后的话，你只是需要整个后来吧，我讲的是整个后来，在你整个做爱康的人生当中，我们要多少个人？虽然你的组织会来到几百、几千、几万、几十万个人，可是真正我们在里面找到的是，只要一辈子是跟我们一样，要成非常的成功于爱康的6个人而已。我们只要找到6个跟我们一样要成功的，你就配合帮助栽培这6个我们的生意伙伴 ，make sure 他们赚。跟我们一样甚至超越我们的收入，这个是我的这个打个来的。所以只是需要你轻轻松找到6个人而已，所以你1年找1个都可以，没有关系，你6年后你就会享受我们所说的人生中的非凡自由了。而在这一方面我们想的太远，是不是？你会觉得哎呀，哪里有可能啊 Andrew， 你讲到这样轻松，因为你做起来了吗？你知道这样轻松，记得任每一个百万，每一个 president 都好，我们都是从一开始做 BA 开始的，一开始买产名字。我在20年前的今天也是一样，我也是从一个 member BA 做起，我只是一个品牌大使，慢慢的做，慢慢做。但是我的人是行动派的，我不喜欢慢，所以我喜欢快。所以别人叫我一天找1个人，我可以一天找够17个人，我可以去做17个 case， 就是因为我要。所以我觉得只要你要，你就肯定可以比任何人还要更加的超越他们的收入跟阶级。因为这一项生意，记得这一个项目呢，是不需要你的背景，也不需要你的资金，不需要是任何的这一个学历，你只要你要就可以了。所以你要记得1年找1个，6年后的今天你会成为爱康其中一位 president 甚至 crowd。 所以从今天快快的就把找带你们来的人如何的商讨一下，明天就开始你的行动计划，让我们在这个5月、这个6月双亲佳节，可以买一个4位数的礼物，甚至4位数的红包包给我们的爸爸妈妈，好不好 ？OK， 所以共同建立最佳的商业伙伴的这个关系，由爱康开始，改变你人生这一个成功的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的机会。
因为我们才是拥有梦想的话，你值得拥有这一切。我的分享到此 ，Thank you very much， 等待你们好消息哦。OK， 我把时间交回给主持人。谢谢我们 President， 来，我们在 chat room 里面，我们给上最这个最爱心的这个 comment 给我们的 President 啊，就是你打上我爱 Andrew， 哇，应该是线上有很多的这个 Andrew 的粉丝在线上。我觉得今天这个时候哦，所有的我们说机会他来的就好像小偷，他可以偷偷的来，也可以偷偷的走，所以我们要把他赶紧看到了就要抓紧。哇，你看我们的这个 comment 几多的爱心啊！接下来其实我们了解了这个 LRP incentive 这个副业过后呢，其实有九大 bonus， 大家听了是不是感觉我们平时的收入只有一个，但是来到这边我们有九个收入，同一个时间给我们九个收入。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分享嘉宾哦，我们也邀请到来自东马的这一位领袖啊，我们相信线上也是有很多我们的 Two Star Diamond Gaching 的粉丝，有没有啊？你们如果是他的粉丝，你们打上三个六。为什么我讲三个六呢嘛？因为今天这个六哦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都知道 LRP Incentive 推出了多久 ？OK， 来我考大家一下，推出了多久？六个月。我们从十二月到五月嘛，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这一位分享嘉宾，他本身在东马一个小地方哦，他人在古晋，但是呢，在我了解的时候，他就是因为这一个疫情，在十五二这个疫情爆发过后，他竟然受益最多，就是通过这个机会，所以呢，他是连续哦六个月都成为 LRP incentive， 如何做到？我们都很想知道。我们的分享嘉宾如何在六个月都是成为 LRP incentive 的得主啊？我们说六连杀，所以刚才我讲六连杀，他讲不是，他分享了这六连杀过后，他要让我们线上的朋友月月杀，就是每一个月都可以成为这个 LRP incentive。所以我们掌声邀请我们的 Two Star Diamond， 我们的 Gaching。谢谢我们的李康这么好的介绍啊，我们的主持人。OK， 然后首先要非常感谢公司，就是我们的David 啊，以及我的导师给我这个机会可以做今晚的分享嘉宾哈。所以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啊，首先我先自我介绍，我的华语名字我姓梁哈，名启静哈，在爱康呢大家都叫我Gaching。OK， 所以呢我本身之前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技术人员。一个烧焊人员哈，所以呢，通常我对销售是因为很怕接触人，我对销售是没有什么经验的，甚至不懂得销售的哈。所以最主要呢，也来到的这个爱康这个大家庭呢，让我慢慢的掌握这一个掌握了这个分享的这个方法哈。所以呢，其实这个 LRP incentive 在去年的十二月刚开始的时候呢，我的导师跟我分享的时候。我的感觉，我是一种很强烈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刚刚我们的讲师也跟我们分享哦，在外面，因为这个疫情的问题，很多的人都开始减薪，甚至裁员啊，更不要讲花红啊。可是呢，在这一个 Elkin Global EKG 呢，却不是在疫情的时候减我们的薪水。看我们的花红啊，反而是多给我们啊，所以我听了我非常兴奋啊。所以当时呢，我就跟我的导师 President 启宏就坐下来哈，就计划了就是计划了，就是通过刚才我们的讲师 Andrew 分享的这个行动计划，三个月行动计划。所以当时呢，我的导师启宏就告诉我，嘎切，你一定要自己成为 sample 啊。所以当时呢，我就在十二月的时候呢，第一个月我就自己本身呢就合格了4.5 point 哈就读。do extra 的多拿了这个主动式的时候多拿了8000块哈，所以当时我就看到，哎，这个 extra 的真的是很好哦，所以呢，当时呢，我就跟着这个行动计划呢，真的三个月呢，跟着我导师所分享的去做哈，连续的三个月呢，我都合格超过3分哈，所以连续所以过后呢，过后呢，为什么我可以连续的？六个月包括这个月啊也是连续个都可以合格呢最主要一个东西我在这个短短的六个月五个月时间
我的总收入呢，公司给到我额外的这个 LRB， 额外的这个主动式的收入啊，是超过接近50,000了哈、哦。啊，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兴奋，这是 extra bonus， 甚至呢还可以在这个疫情期间呢，我还可以合格我们的这个迪拜哈，这是迪拜的一张票啊，因为接下来要办第二张哈、啊，带我另一半一起去哈、啊，啊，就算没有去，我们就啊，我们也是可以拿到 extra 的现金啊，这个才是最兴奋的哈、啊。所以呢，到底我是怎样能够连续合格呢 ？OK， 除了跟着这啊行动计划呢，最主要呢啊。最主要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做很强的跟进和服务。很多人呢，他就去分享的时候呢，分享一次人家不要，他们就马上失望了。我们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做很强的跟进服务。最主要呢，我是跟着我导师每次教导我们的，我们每一次每一天都会 send 一些问候语，问候的一些照片啊等等啊，或者 call 我们的这个朋友。OK， 和我们的朋友啊，一些甚至已经expire 甚至睡觉的顾客，我们都会 call 回他们哈。call 回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嘘寒问暖。嘘寒问暖什么呢？我们就会告诉，哎，最近真的是疫情啊，很沙拉威疫情很够力啊，现在甚至雪兰莪的疫情真的是很严重啊，真的你们要照顾好身体啊。他们我们就慢慢的分享，他们就会有一些。有一些已经买了产品的顾客，他们就会跟我们分享，哎，其实最近我的身边的人已经确诊，已经确诊了，尤其是很多在打工的时候，他们同一个就是 office 里面有人确诊，很幸运的一个什么呢？因为他有长期的吃产品，所以呢，他算了去检验了过后，他却是。阴性的就是 negative 的，他没有被感染到，一起很接近的同事已经确诊，可是他跟他一起做工每一天，可是他就是因为他有提升到他的免疫力，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呢，我们就拿了很多的这一些的见证，在我们的跟进的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就拿了这个见证呢，去不断的找回那些已经是睡觉的一些的会员。也甚至一些的朋友就一直跟他们分享这些见证甚至有一些我们 call 过去给他的时候，他就会问做什么我们这样没有啦，只是刚好最近这样的情形啊，是问好啊，跟你嘘寒问暖一下我就不开始，我们就会分享这些的见证，可以帮助到他，鼓励他真的要用保健品来帮助我们自己的健康，尤其是蓝藻和维他命 C 啊，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不然的话，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之下，我们都要出去做工。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之下呢，让到呢我这些顾客呢，很多都是重新的进过会员重新的买蓝藻来吃，尤其在配合公司的每一个的优惠。因为呢，公司呢，爱康呢，他是最懂得市场的，因为什么呢？他才会推出每一个市场需要的这个配套。所以呢，我们就在分享之下呢，有一些呢，他就之前有吃过的，他就会买一个大配套，就是整家人来吃。甚至呢，有一些比较没有能力，他都会尝试买一个小配套，尤其是最近我们这个马来年的这个配套，所以呢，就帮助到。真的让到呢我这些顾客，甚至一些新的会员，甚至一些睡觉的顾客，他们都倒回来服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产品哦。所以就在这样情况之下呢，我们还不止这样，我们除了这个，我们还鼓励他们什么呢？哎，鼓励他们，哎，你身边的人，你一定要跟他讲这一个见证其中我最感触的就是。有一个我有一个用了产品应该是有10多年的顾客他一路来一个老板来的，他跟我分享，他讲我已经是刷 stack 已经刷五次过，我讲为什么你刷那么多次？因为他要做生意，他都要出去见人的时候呢，他很幸运的，他见的那5个人呢都确诊，所以只有他没有确诊。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呢，都不断的介绍介绍他身边的人，甚至呢在 KL 的这一个在比较远方的
这一些的家里人啊、孩子啊等等啊，所以呢，他们都会啊去介绍给他们的这些啊这些的家里啊亲人，所以呢，也非常好的就在这个MCO lockdown 的时候呢，甚至呢，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啊，真的我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喜欢爱看这一个，甚至它可以帮助我们 delivery， 帮助我们送货。通过我们的 IBS 系统帮助我们送货，我们不需要自己去送货啊，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是非常非常，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生意来的哈。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做这个 Plan B 的话，你一定要了解啊，今天我们已经不能出去了，有什么生意可以有人帮你送货，又可以在 online 啊 ，online offline 都可以做的。所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烂到呢，真的我连续的六个月都可以合格超过啊这个 LRP 的 incentive 啊，所以呢啊最主要呢接下来呢啊我还不是自己合格，自己享受到这一些的额外的奖励之外呢，甚至呢我可以帮到我的组员，他们也是不是一个月，他们也是连续的哈 ，OK， 所以我就开这一个 PowerPoint 给大家看，其中一个就是我的岳母啊，我的岳母是很可爱的啊，当然这个疫情期间啊，她都啊不敢出去，因为年纪大了啊，已经60多岁了，所以呢她不敢出去呢，啊期间也是同样的，只是用电话、手机 call 哈，最可爱的是什么呢？他拿到收入的时候，他跟我讲啊，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我还以为我出去以前有这样出去做分享，我才能够拿到钱。现在只是这一个就可以合格到这incentive，可以给让我 extra。他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啦了哈，只两个月时间可以多拿3600块的收入啊，是不错的时候，他还吓到怎么拿那么多。我讲你拿的太多给我，我就捉弄他哈、哦，所以这个其中，然后甚至他组员呢 ，OK， 这个他组员的一个亲戚，也是我们的一个亲戚哈、哦，也是同样对产品非常的信心较多的哈、哦，他都可以3个月啊，他的总收入可以拿4000多块，这是 extra 的嘞，在这个疫情，很多人都已经丢去失去工作啊等等啊，可是呢，他们却可以啊，通过这个incentive哈，额外的多拿4000多块，我觉得也是不错一下哈。所以甚至呢，这个是我师傅的一个啊一个伴哈 ，OK 啊，就是啊我们的凤萍，她本身也是一个家庭主妇罢了，4个月可以拿8000多块啊。所以呢，你想想一下，4个月只是家庭主妇拿8000多块，如果你的丈夫已经面临啊、被这个啊、有这个裁员的危机，甚至扣工钱的危机，多拿这个8000多块来帮补一下是很不错的，对不对？啊，所以不只是可以拿来买菜啊，可以买很多菜啊，所以是很久啊，8000多块哦。所以甚至这个一个退休的老人家也是我的组员啊 ，OK， 已经退休了，很多人呢退休的时候是伸手跟孩子拿钱哦，可是这一个老人家呢，他却因为他想健康。他不想躺在生病了躺在床上跟孩子还要孩子照顾还要孩子拿钱哦，所以他都可以3个月拿5位数啊14000的收入啊，所以呢一个退休人士都可以拿14000，你觉得办不办这个 incentive 啊？有什么呢啊，我们的师傅的一个伙伴 Nancy 啊，一个大学生甚至是一个专业的秘书哦，他讲以前打工都拿不到这种收入，可是却因为这个 incentive extra 可以多拿18000啊，在3个月拿18000啊。啊还有谁呢啊，还有我的团队一个组员啊、哦、这个呢加拿我们都知道啊，很多主我们的主助都在穆斯林都在之前啊现在 Raya 了啊，之前他都在刮痧啊，对不对啊，都在刮痧，很多人刮痧肯定的又有遇到这疫情，所以很多人就不会出去做分享，可是呢我这一位组员呢真的他从开始12月开始也是跟着我们的导师一起12月开始哦，连续4个月哦，他的总4个月里面总收入可以拿20000，他只是之前只是一个政府的啊政府的这个
啊官员罢了哦。所以呢，甚至这个月刮痧的时候啊，我们通常知道觉得，哎，刮痧应该啊，因为疫情这样啊，可能他就做不到。可是这个已经还没有完啊，这个月他已经做到2分了，所以恐分的是超过3分的啊。所以我们的家的哦，还有谁呢？还有我们的 Carol， 一个生意人啊，一个生意人啊，在我们的 Carol 哈，一个生意人。今天都可以 part time 啊，他的 part time， 因为他是一个超级忙的一个生意人哦。part time 4个月拿30千，你们觉得 OK 吗？非常的 OK， 对不对啊？所以呢，最主要呢，今天啊，这一个 incentive 啊，从开始 LRB 这一个呢，已经开始到现在，已经很多人受惠，很多人都拿到了 extra 的 bonus 了啊。所以呢，最主要我们要非常感。非常感恩的我们的 Tristar President 老大跟美胜姐啊，他们真的争取了这一个，让到呢我们在这个平台，在我们这个 EKG 这个家园里面，我们可以享受比别人不能享受的。所以快快的，如果你在线上看到我们这个 video 的话，你快快的加入我们的团队，来把这个来做我们的 Plan B 啊，做。然后最重要，我今天来到这个团队，来到这个家园，最重要我们要有一个贵人啊！这个贵人呢，也是我的导师，就是 President 启宏跟露露，不断的盖住我哈，不断的点醒我哈，所以让到呢，我才能持续的啊，持续的能够让在6个月时间可以 extra 的多拿50千的收入啊！所以呢，这一个就是因为我不断的跟随他所。他所指导的这个方法哈 ，OK 啊，最重要最重要。今天我们都知道外面已经是行情不好了，所以今天行情不好还不要紧，很多人还很怕的健康出问题。可是今天来到这个平台呢，我告诉大家，你可以有这个健康的免疫力啊，你有除了有这个健康的免疫力，你来做这一个生意，你有这个健康的免疫力，甚至你还有事业的免疫力。所以如果你想做 Plan B 的话，我们这一个行业是最适合你的。所以我希望，我呼吁大家，真的今天如果你在看这个 video， 鼓励大家真的快快加入我们的这个团队啊，成为你的 Plan B 哈。因为只有这一个整个市场，只有 EKG 有被主动式的收入，过后你慢慢累积，让到你有被动式的收入哈。希望我的分享可以帮到大家，所以我的分享到这里为止。所以呢，接下来我把时间交回给我们的主持人，谢谢。好，谢谢我们的嘉庆，哇，来自东马，我们真的很难邀请到我们的嘉庆再一次做这一个分享，而且是6次都合格我们的 incentive。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hot了，现在已经想要决定 ，OK， 明天或者是等一下就要开始这一个 LRP incentive 的这个计划了。所以呢，如果有任何的这个资讯想要询问的，可以询问带你来的朋友。然后我们也今天的活动也到了这个尾声，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在线上了解我们这个机会之后呢，每一个月都可以成为这个合格者。也感谢我们两位的我们的讲师，我们分享嘉宾，还有我们一群幕后的 MMC 跟我们的这个公司职员的这个 support， 因为没有他们，我们的活动没有这么顺利的可以进行啊。然后也感谢大家的出席，我们下一场活动再见大家，拜拜。